还有小乌龟的。哦，这些都是可以吃的。对，这个是小朋友玩的，它基本上就是3岁5岁玩的。像这个8岁以上的啊，越往上年纪越大的。60岁之内的都是就是来这个。对，60岁以上的不能吃。60岁左右都可以。可以学一下吗？可以试一下。好好好，来试一下。很像个吹风机的感觉。这是正面吗？哎呀，真棒！好吹，好吹，吹的好吹，美妙，美妙，最好。其实觉得这个东西还蛮有趣的，然后我记得小时候，有玩过陶笛。要吹小星星。手指抬起来就是然后有模有样，倔强版小新，大概找回了一点小时候的感觉，但是离学会一首曲子还有段距离。特别棒，特别棒，特别棒，特别棒！这个哎呀，我的天哪！谢谢老板给我们介绍哈，谢谢老板给我们介绍。好，老板加油，好好做生意。好，晚上可以看来看演出。对，晚上来看我们演出。对，对，在哪儿我也不太清楚。你说，你说老板会不会觉得我们待那么久不买一个陶笛？是吗？应该我们应该想不能聊那么久不送一个，对啊，我们辛苦。这个顺序不对，我们暗谁？我说，哎，老板，你是不是有点什么事？娜娜还挺想要的，觉得这个儿童的那个挺可爱的，而且很适合娜娜。你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你看，对，要不咱俩再来看，哎，老板，我们又回来转一转哈，你看。